我看看什么样的灯笼啊？哇，是原来是哇，是中秋节是不是啊？中秋节的制作的自己制作的一个小灯笼是不是啊？哇，好漂亮呀！行，我们呀也买一个好不好？马上快过中秋节啦，我们也出去的时候拿着它特别好看，是不是啊？来，你们的小灯笼到啦！一共里边是两个，一个粉色，一个红色。来，妹妹要的是红色的，姐姐是粉色的。我们来开始打开制作一下，好不好？它得需要自己制作。还有这个棍儿制作完了就这样，哎，一拎着很亮，正好晚上一会儿我们制作完了以后去楼下看看好不好，好看好不好？好的。上面还有灯呢，开始制作吧。这个制作也特别简单，它上面都有这个，你看几号几号，根据它上边这个来做就可以。快，姐姐整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安装好了，这马上就安装好了。快，妹妹那个呢？也安装底座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。好厉害呀，等着了啊。做好了。哇，姐姐这个做好了吗？我看看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也太漂亮了，这上面写的还有字儿呢，前兔似锦，是不是啊？哎呦我的天哪，好像还有灯光呢，是不是啊？来，我们打开灯光。哇塞，好漂亮啊。我们去外面楼道里试一下好不好？走，拿着。啊，妹妹这个就剩安灯了，是不是啊？妹妹这个也好漂亮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试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姐姐把灯关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漂亮了，这要一会儿我们出去去广场上，这也太亮了，是不是啊？我的天哪，端午节就可以买个这个的，中秋节啊，还有字儿呢，中秋快乐，真的是呢。哎呦我天哪，太神奇了吧，这也是不是啊？太好玩了。